阮后生，即阮新妇，即阮大汉查某囝。简穆桂爷爷房间贴着好多照片，想念儿孙就抬头看看，这里就像他的家。山村里是白兰。把护理之家住民当朋友，只要状况可以，他就帮忙推轮椅。坐轮椅的，啊，要食饭拢成孤立所安尼，一台一台底安尼哩哈，啊，我就赶紧来走头前啊，三行诶，这台送去，走头前安尼，一日一日个撸去食饭呀。高龄90岁，穆桂爷爷保养健康有一套。全身拢会运动，诶，对身体真好啦。啊，就是这个好，吼，我家己感觉，我这前年我唔捌破病咧。大家看他身体好，跟着一起做。香功已经是台中慈济护理之家一门固定课程，简穆桂老师免费教学。谢谢。这个做来来个访问要做香功的日子，激烈个意外身体好起来吼，啊，我有迄个心。好，为了贡献这个乡公，有心贡献还要推广。穆桂爷爷要办一场发表会，哎，还有特别跟我们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个红布条啊，上面就是写说是那个乡公的成果发表会。我最近在做干部呢，一切照办。发表会这天，红布条高高挂，爷爷精神抖擞，站在台上带领学员做乡公。女儿特地从南投赶来参与，为爸爸记录感动的一刻。他高兴，他上个礼拜就跟我说：“早一点来哦，我要表演哦。”要做一个功德呢，我探探看会到未？抱着回馈的心，分享养生之道，穆桂爷爷梦想成真。